整一年半数整回广一照，这是什么？当下见性哦。所以明心见性没有难处啊，一肯肯定哦，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，是佛性，不再疑惑，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。三阶段为止，就是说法性中有，就依照法性中有执着就行了，他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啊，为期这十八天，这下面就不需要了，轮回中有他不需要了，他生了西方了还怎么轮回呢？是吧？他就没有了。丙，生前毫无修持，因为具有善行者，这已全部算完了哦，是讲最坏的一种人。活的时候啊，一点什么法也没修够啊，佛也没有念够，咒也没有念够啊，也为具有善行者，他也不做好事。为具有善行者，他不做好事啊，是占便宜啊，哎，人人都想占便宜。最坏，所以我平常说句话很重要，吃亏就是便宜，是吧？对呀，你没有吃亏呀，怎么吃亏呀？你让人啊就好，有德性啊，你的德性就是善根，你要占便宜，让人家都受损害，是吧？就损人利己，也缺德，就不具善根。所以不具善根，你将来不得好报。因为具有善行者，所以全部诵完咯。哎，要整个这个经文都诵完，这个轮回中有也通通诵过，再帮助他。为期五十三天，要五十三天了，不能懈怠了，不能减少了。必须在死亡后，即可添加下境。下决天经，同时念诵回要，在死亡之后，不是这个到第三，这个再讲的就是第十八天之后，在死亡之后，把下决天经通常念了，注意吧，不是到第十九天才开始念下决天经哦，就是死亡这个断气时候，这部分经通常要念了。因为他这个一中啊，既要下轮回中有了，哎，他不可能占这个十八天之久了，哎，这都是坏事嘛，是吧？一障重嘛，要现这个轮回中有的恶心恶境界，所以要帮助他。就死亡之后就要全部念完了，大家都注意了吗？是吧？就这个人生前。他也不信佛，他也不念佛，他做坏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要丢掉掉，全部念完，一开始就全部念完，啊，从头到尾全部念完，所以他有一障现前啊，他拉他的，拉他要到地狱去的，只要念这个全经，给他解释，帮助他，是吧？这个大家注意啊，以上。请示其大概，至于或正或解，全在死者家属及行法者斟酌情况而决定之。这个以上是这些情况啊，啊，或者增加的什么经文啊，或者减少一些什么，全在死者的家属及行法者斟酌情况而决定。别弄粗鸟，是吧？要斟酌情况，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了，
还是圣洁，多做善事，多修灭法啊，正见本性最为重要，是吧？就不需要到第二的第三个阶段啊，就第一点第二阶段就行，就思维中有就行了啊。第三阶段它就是法性中有，第四阶段轮回中有了，是吧？那多少好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好好用功啊，最为重要。有行法时有福利加持，如于每一种有体完毕后，以立即方法向佛菩萨前明行敬祷，请示王者得度与否，然后这个占究叫念究了，念究一定行止。这是办法啊、哦、什么办法呢？因为我们上面不是说吗，这个王者何时得度呢，就无从可信，无从知晓嘛。这什么办法呢？他想个办法啊，于每一种游戏完毕之后，以念究的方法向佛菩萨前明行敬祷，就在佛菩萨面前啊，用一个咒写好，这个人已经超度了吧，或者没有超度，在父亲上提高去问，拿一个咒念出来，哦，得度了，好，说这个人已经得度了，还没得度，那么你下面法还在修，啊，就是念咒用念咒的方法，啊，在父亲虔诚的祈求祷告，给佛菩萨指示，这个某某人是不是已经超度了？啊，像是这个十位中游期过了之后，这四天嘛，就在父亲就祈祷啊，祈几个咒，祈好得度为得度，是吧？再下去，那求佛菩萨支持，拿一个，一看得度了，那好，这样得度了啊。那没得度，那么要求第三阶段，要求这个法性中游了。法性中游过了之后啊，第十八天过后啊，你再付钱，再去祈祷啊，再去问啊，看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得度了啊？得度了，那好，第三阶段轮回中有，你就不要行法了。他还没得度啊，那么你第三阶段过了之后，要第四阶段你要行这个轮回中有的法了，叫念咒，用念咒的方法，来问问看啊。这也是好偶然为之啊。包括今天问过来，你明天问，明天问过来，后天问，这样是不行的，就变得儿戏了哦。是是要诚心诚意的啊，很虔诚的祈祷，佛菩萨支持一下啊。哎，也是实用，他说这个办法的话实用的，他说啊可以用用啊。一定行止，就是定下下面还是不是要再咒啊？哦，不咒了是吧？其延寿大师一修禅定和净土二字向父亲请示，重新一个延寿大师啊，一修禅定和净土向父亲请示。他想我究竟还是修禅宗好呢，还是修净土宗好呢？他自己就不定啊。哎，他向父亲请示，想好禅宗镜头啊，写好啊，也就写哪个好啊？七年就带着镜头就七四年哦，他一次、二次、三次、四次，他不放心，七次那段都是镜头啊。于是就修镜头，所以他就决定修镜头重要啊。福建佛菩萨慈悲啊，啊，所以。只要自产神仙无不感应如相言，只要我们啊诚心诚意的啊求佛菩萨指示啊，无不感应如相言，感应道交啊，只要我们敲钟钟就响，敲鼓鼓就响，就感应如响，一敲上就响啊、哦、是是，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做，接着感应，我们感佛应是吧，感应道交
就是动，这是圣净公想的个办法啊，你见过他并没有个办法，是他想出来这个办法，也可以用用啊，是吧？永明热大师啊，他是发言宗的弟子，我们禅宗不是有明基啊，那个维娘啊，曹洞啊，云门啊，法眼嘛，他发言宗弟子，发言宗到他就没有了，哎，因为他归到净土了嘛，是吧？发言宗就断绝了。这意向死亡之人，这第六了啊、哦！这意向死亡之人，家中事后的性者，适当按照经中规定的日期，从死亡日期记起在某种重油中，是以该日子禁忌为止刑罚。这段经书上，这意向死亡了，这个人出门了。没回到家就在外面死了，就在异乡死亡了。家中死后得信了，死亡之后来电报了，是吧？来信了，哦，说某某人啊，某年某日已经死了，知道按照经中规定日期，从死亡的日期计算，看到这个时候在哪一种中有中哦啊。假如死亡在三天半到四天，那就是死为中游，到了第五天呢，那就是法性中游了，到第十九天了，那就轮回中游了，是吧？就这么计算啊，因为这个电报啊、信啊或者来的信息死啊，不是马上死就马上就知道啊，是吧？就从死亡时计算，他那时候在什么中游阶段，用什么中游阶段的经文给他道士。教育他，让他解脱啊！其已经练过之中有各境机，则不必再补。已经练过的各境机，就不必再补送了。就是这个日子固掉了啊，固掉了。譬如这个电报来了，念到第十九天了。好了，那前面有两种就不要念了，没用处了。到了第十九天了，他这个时候是这个轮回中游啊，他都现象了嘛，这念了没用处了，是吧？所以不必补诵啊、哦，我这是晓得了补啊，不要补了没用处。第七。刑法时一些布置呢，除以经中规定外，无论在病人前或停止处，各须保持清净，不得人多鱼杂，使病者死者神识不宁，尤其家属好哭，皆宰杀生命。这是叫我们注意的事项之一。就刑法的时候啊，一些布置呢都不要有什么过的这个复杂，我们的布置嘛就是要经教中什么布置，什么夫妻供养啊都需要有啊，这个王者这些面前呢也供一点这个古品啊饭食啊，是吧？不必太复杂哦，夫妻供养是需要的，因为我们是在念经籍啊，要求夫妻加倍啊，要不要无论在病人前和停止处要保持清净，大家不要这个人多鱼杂的，就不得人多鱼杂的，是吧？要清净，只有这个行法的人啊和他讲这个经中的话啊，念这个咒，是吧？你人多鱼杂这个杂乱无章的，他听不清算的，是吧？所以一切人都别人都不要讲话，要保持清净。这有刑法的人一个人讲啊，是病者死者神色不宁啊，人多于杂人嘛，这个病人就不安宁了嘛，是吗？我看你有很多净土中人帮助，是吧？净土人帮助就念佛啊，是吧？
叫做助念团呢，来帮助这个死人。还有谁好想还敲起木鱼来，咚咚咚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我怎么太吵了嘛？这个病人啊，这个心里不安静啊，你们还清静点，是吧？不要念这么太响、太吵杂，这个木鱼啊，都不要靠啊，安安静静的念好。哎呦，靠着想得来，是吧？他都心烦的，你们靠着来，是吧？他清静好，是不要太响。是病者、死者，神是不宁啊，他不安宁了。尤其家属好苦，嚎啕大哭最坏啊！哎，这个是死的人啊，是这个更慌乱，不好，不能哭，哭了之后动他的爱心了。我记得是这个很清爽的苏州跟公安这事实啊。苏州有一个功德林啊，是蔬菜馆啊，是吧？这个老板他是一心的修净土宗的，是吧？说他开蔬菜馆啊，他不杀生啊，做好事啊。临终时他已经三相现前了，看见阿弥陀佛来临了，是吧？很好啊，他是想，哦，我看见阿弥陀佛现前了。那时候正好，哎，个小老妇来哭泣了，哎呀，亲人啊，你死了我怎么办啊？怎么一哭，好、哦、他乱了，这个佛像他也没有了，净土这个山的境界也不现了，给他捣乱掉了，这不好的事情，你把他的这个心清净的这个心啊都扰乱了，哎，他的妄念颠倒了，他这个一向的现前很不好，是尤其家属好哭，嚎啕大哭最坏。这贼杀分明，哎，哎呦，这个要死快了吧？哎呦，这个给他补补身体啊，三家个甲鱼给他吃吃坏了，这个送他的命了，是吧？不好，这是一。二是，哎呦，我们做什么豆腐饭嘛？做沙爹蒸啊，做拌几只菜饭嘛？最不好啊，不能做这些事情。现在我看要做豆腐饭啊，都是来了吃荤菜，大家花全心力吃酒，像个做什么喜事一样，一点没有爱心啊，都不想干。第八，经中所示，在死者外气未断之前，家属应欲以其体做狮子卧室，这是为吉祥物啊，这点大家注意了。这经中说的啊，在死者外气未断之前，就呼吸还没断，他来呼吸啊。家属应欲以其体做狮子卧室，就把他身体啊移动一下，移动下面是狮子卧室。就吉祥物啊，就朝右睡啊，朝右睡，因为我们的心啊是左边，对，压着这个心。其实我们最后这个心宝了啊，就是这个经常说的兜底，兜底就是我们心宝。最后我们的心宝都开了，这个第八识就出来了，就是不要压住它，好，朝右睡，这个左臂空嘛，是吧？那左手就放在这个我们左腿的这个大肌，膝盖上，大腿膝盖上。右手就托了这个竹藤，这个经里面还说话呢，还弄个鼻孔啊，遮住这个右面鼻孔，让左边出气，我看这个不变，是吧？就是吉祥物啊就行，啊，叫狮子卧室，叫狮子睡觉时是怎么睡的？啊，叫狮子卧室是吉祥物。一显教这种各处所说，在人平时之时，四大分离，不宜触动其体，自在其痛苦而甚深，以致不得往生。这显教你们，我们也说，要是临终时的经养一本的书啊，十种经养，十种就临死之后
我们应该怎么办，怎么处理，有什么分数，要这种经验。这些人平时的时候，就是将要死的时候啊，四大是生散了，未触动集体，这就痛苦而生症，是的。你动了身体啊，很痛苦啊。比如我们睡着了，要睡觉睡了，睡着的时候你碰到他就不着了。我将要睡着的时候，你碰到他，他心里还光顾，哎呀，我睡着你碰我，又碰醒了，是吧？所以要光顾生症啊。称心一起嘛，也光火。中心嘛，不是一位吗？还是一个叫什么王的，就是临终的时候啊，就是别人给他赶苍蝇，他是夏天啊，一不小心这个扇子啊碰他的鼻子了，他本来很好很安静，要深吸了，一声声好称心一起之后，别人抖手了，是害了他。所以这个死者临死的时候要安静，不能碰他，不能触他的身体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注意了，要做斑斑的身体啊，这四肢窝啊，看他情形了，他还有能动，是吧？还没真正要到断气的时候，你帮他一下转一转可以。他假如这个是只要断气了，你去搬他不行，不能搬，就让他去了。他怎么样就让他怎么样，所以要注意了啊、哦！他已经真要断气的时候，你去搬他就不好。所以我送医院呢最不好，医院呢，因为只要断气的时候，他是给你打强心针，他人工呼吸哦，推呀、啊、推呀、啊，往上推，动得了他了，要是西方给你拉回来，他挣不到西方去了。他痛苦所以给弄死很不好，所以这个点大家注意，就不能动他，增加痛苦，而是称心，一直不得往生，哎，不能往生西方，就是为之作业，一旦在死亡之后，至少要经过八小时，方得为之。给他穿衣裳啊，哎，也要等到断气之后，八个小时之后放生，也至少要八个钟头。断气之后八小时啊，这太少，我觉得太少啊，起码24小时这样，八小时这样，因为他是迷蒙啊，他外气断，内心没断啊。我们打这用工人就知道。做真入定的时候，外气断了没有了，内气是有的，还有的，哎，就是外气断了，内气还是有的，还在。你这是还是不能动它，啊？这动它还是灌火来生，成坑心。八小时还太长。故一用气体一成啊。可以振作行事，是正用这地方的啊。移动他的身体啊，要振作了，不要决定啊、哦，他要死，赶快就把他搬一搬，要看情形了。他真正要断气了，不能动，让他去，他吵吵就吵吵，吵又吵又，不去管他了啊。他还好，还是没有真正要真正要断气的时候，你帮他搬一搬倒是可以的，这振作行。要注意了啊！这大家有一个经验啊，要看那个死者，哎呦，这个真的要断气了，是要注意了，不要马马虎虎的，还有了，哎，我看了很多了，那个时候啊，有小便的、大便的都打出来了，哎呦，赶快赶快给他开去了，开去了，不能动了，他这个是一扎他就走了，啊。不能动，让他去，是吧？你搬他一动他，坏了哦，他灌火了哦，升息也升不上去了哦，这动不得的事。第九，本尊两字系指自己平时信奉修习之某一尊佛和某一尊菩萨。
作为一子之尊而言，本尊本尊，我们这是后面要讲的，叫本尊。本尊怎么怎讲呢？是自己平时所信奉修习的某一尊佛和某一尊菩萨啊。比如我们修六大明咒，那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这个观音，是吧？我们修那个阿弥陀佛啊，那么就是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尊。比如我们修心中心法，心中心法的本尊就是大随这个菩萨，因为他这个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但是本尊是大随的菩萨。大随菩萨呢，就是观世菩萨，是吧？观世菩萨是显现的，就是本尊，就是每个法也有本，也是本尊，就是平时修什么法，以什么为主，哪一个佛，哪一个菩萨。作为一知之证而言，作为一知的依靠他啊，也是依靠。只也是我们靠着之后的天地不动摇，实在就都定在不动摇，不动摇摇。西藏的习俗，通念六字大明神咒，西藏的习俗呢，大家都说念六字大明咒。所以不论红教、黄教、白教、黑教，都是念六字大明咒。犹如汉地人不拘老少妇孺，俱能念南无阿弥陀佛。西藏人念六字大明咒，和我们此地人啊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，大家都会念，是吧？现在就是小孩子也会念，为什么？一本《济公传》哦，做了那个你唱够的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哎，孩子们眼里呢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很好啊，给他们动动善根啊，是很好吗？这都会念，是吧？在本法中，一载道士王者，如一定本尊，则以大悲护主为本尊，即为一语因若王者心思起界，而以观自在菩萨为本尊之故。这才是个方便法。在本法之中啊，假如这个王者在生前没有修过什么法，是吧？他没什么本尊，是吧？那怎么办呢？是如无一定的本尊呢，就大悲护主为本尊。大悲护主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他大悲心嘛，救一切众生嘛，是吧？护是拥护、爱在我们、保护我们的护主为本尊。即为一语应若王者心思起敬，因为啊，容易应到使王者的心思起缘故，而以观自在菩萨为本尊之故，那么就以观自在菩萨为本尊吧，有容易啊，用我们此地人家家观世音嘛，是吧？都晓得观世音菩萨，就是不信佛的人家里面供着观世音菩萨，是吧？作为装饰品的，是吧？有很多啊，我看到嘛，家里面有钢琴的，钢琴上放一尊观世音菩萨，作为是这个艺术品，哦，那也好啊，你赞扬赞扬观世音菩萨就这个圣容嘛，是吧？是观世音菩萨为护主吧。天家或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本尊故作之样，因为我们是观世菩萨护持很好啊，假如不是让你加一声阿弥陀佛吧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本尊故作也好的，这王者亦与你无儿得度，那死的人啊，
容易明白啊，明悟哦，我到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那里去了，很好，我去了啊，易于领悟，他可醒悟了，哦，我到观世音菩萨那里是很好。这一念淡处，这回光一照，这是什么？当下尽性哦，是明心见性，没有难处啊，一肯肯定。哦，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，是佛性，不再疑惑，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。醒悟了，哦，我到观世音菩萨那里是很好，哎，到希望极乐世界可能更好，是吧？这样子下去多了，你该落到轮回了，啊！这行法人灵活运用这个动字音的取消，啊，上面一个灵活动运用，这个动词不需要，哎，实在行法人灵活运用了。只要不被禁止借口，这灵活运用，这一个有一个本尊就好了啊，不需要动，只要对于经我们本经的旨趣想符合不违背就好了。第十啊，王者切切期间已过，要切切期间已过的话，说未能得度，这未能哦，未能转塔道，去奔进下觉，防护罪命诡谲法门，断众所说，纵有一生之身，变异性念，均有唤醒不归之可能。哎呦，这又是一关哦，这个七七七已经过了啊，王者七七七已经过了。就是五十三天了，已经够了。哎，为了你的度啊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就是我们用念旧办法，看是不是得度了。哎呦，七七还没得度，坏了。因为轮转他道没得度，还没到，就又到哪一道当中啊？没去轮转他道，又到当中啊，都没去，一道还没去，就还在漂泊，就成功，就还在漂泊。哎，据本经下决，防护罪命诡谲法门，战中所说，这个我们这本经下面啊，有这个叫做轮回中经说到的，防护罪命诡谲法门，就罪命诡谲的罪界的命，为什么？就是你做业障做太多了，在世间的时候啊，坏事做太多了。感得这个罪命鬼的罪孽，把你追到这个最坏的地方去，把你追到下地狱去，哎，叫罪命鬼局啊。所以那时候啊，有很多的现象现前，冰雹啦、狂风啦、猛虎啦、毒蛇啦、罪命鬼局啦，处处都会现前。这都是王者生前做坏事所感业障所行。所做的一障现前，哎，是感的这个一境，哎，是叫立境台，啊，我不是看这个石头岩的没人评价一个立境台，哎，看看你们这些坏事都来了，你朋友做的这种坏事都现前了，是吧？这样呢，并不真有啊，这个罪名诡计是自己的妄心所显现，哎，都是坏事一障所感染的。只要心能够明白，哦，其实不可的，你马上清醒就好了，是吧？所以这时候呢，就是要依照本经经文来呼唤他的名字，告诉他，教导他了。哎，不要害怕，这都是你自信所显现的，是吧？赶快醒悟，这是假象，不要怕，啊，就吐出来了。
所以这个叫罪命诡谲，要防护罪命诡谲的法门，防预防，保护你不受这罪命诡谲的这个追赶啊，逼迫，你就可以脱出来，不下这恶道去。这个你们说什么呢？纵有一人之身，变异性念，均有唤醒恶鬼之可能。纵有一人之身，就这个时期啊，你还没投到哪一道去嘛，还是纵有，是吧？你投到哪一道去，就不是纵有了，就入了一道了，是吧？现在某一道都没入去啊，还是这个纵有身啊，这漂浮无依的这个应身啊，是吧？这一身之身，就是第七十是身之身啊，就中有一身之身，这第七是一根啊，是一身之身啊，是吧？就知道有我啊，所以这个身应身，要你不知道有我，你也没有这应身了、啊。所以我们就大光明身嘛，是法身了嘛，成佛了嘛，这就是第七十作怪作祟，所以叫一身的这个中有身。别异性念，均有唤醒恶鬼之可能。变异性念，为什么变异性念呢？因为他是恶境现前啊，他怕啊，要变异性念啊。哎呦，我到真理去吧，哎呦，我到哪里去吧，要变异性念啊。他做不得主了，是吧？他害怕的不得了啊。这变异性念，这是会的变动。君有唤醒恶鬼之可能，这时候啊，可能唤醒信心出来，他是个恶鬼了，他就变得信了恶鬼心了。恶鬼呢就喷火了，唤醒恶鬼的可能呢、啊，他怕、啊、是吧？凡上下空间所作罗刹，邪魅之身，能现种种身边。假如纵有一身之身，变异性念，随聚之体，这上面所说的能得现恶鬼之可能，再怎么说呢？凡上下空间所作罗刹邪魅之身，就是我们这个罗刹，就是鬼恶鬼罗刹，邪道，这个魑魅魍魉嘛。都是鬼嘛，四大恶鬼嘛，是吧？就上下空间，通通有这个罗刹恶鬼的。所以你别当说，哎呦，这个地方有鬼啊，那你们哪里没有鬼啊？处处有鬼啊，不要怕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只要心里不在，是吧？我们自己这个心地正直、光明，鬼看见我们，老远就避开了。你这个人啊，心念不好，都是坏事啊，暗淡。哎呀，那么好，鬼要正面的得变的，是吧？所以人都要正直为好。所以凡上下空间，上面也好，下面也好，是吧？天上也好，天下地下也好，是吧？所作的罗刹邪灭之身啊，能现种种身变。能够现出种种的变化出来，这个神通变化啊，现在很多啊，这个做气功的人，他说我有单一功能啊，其实不相干，都是这些罗刹邪灭之身，现的神变附他身上的，就能现种种神变，皆是中有一身之身，这都是中有一身身。就是说在这个中游阶段没有落入六道的哪一道之内，他就能够变形这些东西，或者是恶鬼啊，或者是楼刹啊，邪灭之身啊，他会现种种神通啊，是吧？接着说中游一身之身，变异性念，随聚此体，变异性念，他就中游阶段他性念邪念的变化了，才变成这个身体了，所以那个地狱出来的人，那些鬼魂啊，他从前在
比如说再生钱，就为了又值钱，是吧？他相信什么什么神东的，哎，他出来之后啊，出来地狱之后啊，这个就是这个罪受完之后啊，哎，还钻到夫人身上，那些什么神通？所以这些众因生呢，在这个阶段呢，就是没有入六道之一的哪一道的这个世界，他就有这个可能，他心念变化了，他就吸这个身。所以一切唯心造啊，都是自个心念变性先造出来的。先是恶鬼道啊，或者楼刹啊，哎，这个自灭妄想啊，就四大恶鬼啊，都是恶鬼神，是吧？太神通啊，哎，是吧？所以很多很多人呢、啊，说相之故，你要神通嘛，正好他就来了，啊，你心动嘛，他就来到佛你身上，哎，哎，在人面前还现神通呢，我有神通，神通，其实都是。这些鬼魅之身啊，所以说我们用功人啊，第一不能追求神通，要完全性空无助，用本性是一切无相，是吧？它就是万里无云的清空，就是这么样子，一样东西都没有，这事实要空净其心，放在成道，你一着相一要求。好，这些各户都来了，姊妹王娘都来了。兴亡之人，既过刑法时期，为其得度，且投生与否，不可迟度。舍若亡者，以幻现为空间之鬼魅，即说所说，各无关疑鬼，无人超拔，最堪痛苦。这里说明了，就是新时刚刚死的人啊，叫兴亡之人啊，既过刑法时期，就过了53天，刑法是53天，就过了这个53天了，为其得度，就投生与否，不可迟度，因为他是不是已经得度了你，你不知道，是吧？舍若亡者，以幻境为空间，这个鬼魅呢，就说是所说的叫孤魂野鬼，无人超拔，最堪痛苦了。就这个人是不是得度了？是不是已经投入哪一道去了？你都不知道，是吧？假如这样子，他幻境为空间的鬼魅，他有可能。幻境为空间的鬼也没了，他就没投入哪一道是鬼了。这个鬼呢，就是我平时说的孤魂野鬼了。所以也有鬼啊，野鬼啊，不是一定是恶鬼道是鬼啊。哎，就是、这样子呢，他就是显现为空间的鬼也没有。这种鬼也没有，就是平常所说的孤魂野鬼，无人超拔，最看痛苦。那没人超拔他了哦，就痛苦得不得了喽。我们讲官王啊，官王就是真鬼，哎，并不是某人的家属来了，是官王婆把你请来了，不是啊，就是这种鬼，就是这种鬼魂，孤魂野鬼，就是在53天当中没有得度，没抽到哪一道啊，就变空间的这种鬼魅，就是空间的鬼魅，所以有鬼魅，是不一定是啊，恶鬼道是鬼。鬼就没有鬼，这是孤魂野鬼，这种鬼，就这种鬼作祟，啊，这种这个观王婆，这种观王婆就是他这个心理就不正常，是吧？他就不正当，他都阴气重重，是吧？这个鬼魅会附在他身上，哎，我们互相作用吧，怎么样作用呢？我给你心息神通、小神通啊，赚点钱啊，你们你来供供我啊，因为不用操办嘛，啊。他要超拜啊，他要得度，他要供养啊，是吧？你要不要供养供养我啊？我给你心神通啊，那么我们要互相的压住啊，那偏偏人好了，是吧？这观王婆就是这个鬼附的身上假现，他怎么知道这个来观王的人家的家事呢？他知道，因为他这个鬼啊，他有点小神通，他可以问当地的土地的，
明天张三要来观王了，我知道张三家里怎么样子，问问这个徒弟。哦，张三这个人家家里有多少人，明朝来的是什么人，什么情形，他知道了。哦，明朝张三来观王了，他附在这个护身上讲了。啊，我说你家什么人来了，那你是家里什么人，什么人，什么职责，一定不错。哎呦，很相信嘛。哦呦，真正的灵啊，这个官，这就是这些鬼作祟，啊，这些鬼作祟。因为我们从前认识一个官王婆，啊，这个鬼啊自己说的，我们也是，无处栖身嘛，是吧？孤魂野鬼嘛，那么这样子嘛，我帮他的忙，他帮我的忙嘛，那互相要做嘛，啊，所以。你们大家不要去相信这官王都是假的，就是这些鬼，这个今天就说明白了。就是53天他也没得斗，也没抽到哪一道，他有心力的变化缘故，就会变得这空间里孤魂野鬼，他就变成这样的鬼，所以有这样子的道理。故在藏书中，每逢王者百日之瑞和王者生死纪念日和逢年节，均有修作功德福事之必要。所以在西藏的风俗当中啊，每逢到死亡的人百天之瑞，哎呀，我们汉地也是这样子啊，没过白日啊，还供啊，是吧？是啊，现在我们大家都是清明了，上神去了，是吧？这奉祀就去纪念纪念，是吧？供供啊，就是这个缘故，就是恐怕他没有得斗，而落在这个孤魂野鬼的这个行列当中，所以要讲做足纪念。自从关于追戒过去父母和六亲眷属，一切无依无护孤魂等众，和借人杀生无法施救者，应行应送至荆州，均在本经下卷末附篇中可以参酌采用。他这里讲了关于追荐过去的父母，是吧？我们父母已经死掉了，亡了，过去了，我们怎么样子追荐他呢？是吧？要供奉他呢？是吧？超度超度他呢？是吧？所以或者六亲眷属啊，除非非但是父母了啊，我们家里的一切亲戚了啊，一切无依无护不还女鬼，这是大悲心中啊，就除了自己的亲属之外啊，还有这个无依无靠的这些孤魂野鬼的吗？怎么办呢？或者见人杀生无法施救者，或者看见人啊要杀了，杀鸡杀鸭了，杀鱼杀猪杀牛杀羊了，是吧？你也不能救他，你怎么办法呢？应行应送的荆州，均在于本经下卷末篇附篇中，怎么样操作他的经咒，下面都有了啊，什么经什么咒下面都有了，这个附篇当中都有，可以参酌采用，看什么情形用什么经用什么咒啊，可以自家去斟酌，参考而行之，这下面都有了，这根本经啊很完全的。所以我们要追荐我们的父母啊亲属啊，就是我们就是都是要念大光明咒啊，是吧？德文解脱咒啊，本觉大明咒啊，是吧？道道金刚咒啊，是吧？白智明啊，这个咒啊最好啊，还有地藏咒等等啊，是追戒父母啊亲属啊是最好。第十一啊，附篇中所念各种真言密咒威力极大，念法简单，其中如听闻解读咒，即本经所说
说声念咒，入耳一闻就解脱之咒。复辟中他解释一下子，就所念的各种真言密咒啊，威力很大，大得很。咒啊，在我们这个汉语讲的呢，就是我们就是说，上面说是真言呐、啊，啊，就是这个摄一切法是吧？即一切用，就是作用很大。咒，这就是护菩萨的心，在禅定中所画的这个符号，就念他这个咒，等于我们打电报，是吧？和护菩萨相通，就等于电报的密码，所以叫做咒，是威力很大。念法呢也很简单，他就举例子了，其中如听闻解脱咒，就是我们念一下子，这个王者就听到了，叫听闻解脱。我们一念，他就听到，他就解脱了，这很简单嘛，是吧？就本经所说的，初生念诵，入耳一闻，就是解脱之咒，他就解脱这个听闻解脱咒。就我们声音一念，啊，这个死者他就得解脱了。这个咒这五个字，啊，五个字啊，就阿比加当嘎，这五个字嘛。阿比加当嘎五个字，我们这一念呢，也与念诵全部之间功德相等喽。这五个字一念，就像念这个本经跟念全部一样的威力，啊。就本经呢所讲的这个道理啊，是吧？啊，听到这个声闻解脱咒呢，就是佛菩萨的力量啊，加倍啊，叫阿比加当嘎，都简单了。那么你一念。他听到了，他就是解脱了哦。这功德就这么大，就像念诵全经一样的功德。又说本觉大密咒，还有另外一个咒叫本觉大密咒。这个大密咒呢，叫普贤王如来行咒，就普贤王。普贤王我们上次讲了，就是阿达人马佛，阿达人马佛就是我们这个最初的一个佛，对吧？无始无终啊。哎，有法正佛啊，阿当人马佛，是普贤王如来的行咒。这个咒呢，这七个字啊，也很简单啊。这七个字很简单，哎，就是骂骂下是阿哈，是吧？哎，妈妈固定三门的，哦，这不是妈妈下是阿玛哈，那是另外一个咒啊。我刚才说，这个七个字是。妈妈固定三门的，啊，妈妈固定三门的，七个，这是本觉大明咒。那个啊，下生马哈，那是念到金刚的，不是的啊，它是应该是妈妈固定三门的，这七个字。激怒百尊海会圣众咒，借本经进入两部曼陀罗的主持。一种一边呢，也等于读诵全部经文，即入百尊海会圣众咒。即我们上次讲了，即就是我们的这个即部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正法轮正。正法轮正是慈祥庄严的相，啊，入是明王相、愤怒相。不磨的是戒漏百尊海会圣众咒啊，因为这个都是发布的很多的，是百尊海会啊，像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是吧，莲池海会，莲池海会佛菩萨不下多少圣众是吧，所以都是百尊，并不是指定的是一百啊，就是这个多数啊，说明很多。海会圣众咒就是本经进入两部曼陀罗的主持，这个咒啊
就是我们这个经里所说的戒部和分龙部两部曼陀罗，曼陀罗我们讲就道场啊，道场的主持，这个咒就是道场主持，哎，这个、非常好啊。内容一边呢，也等于都是我们全部经文，就这个咒念一遍，就等于把这个经文都读过了一样。所以读咒啊，就力量很大，哎，所以把这个咒念的时候，就等于全经都念过了，哎，所以我们说念地藏经就是念地藏咒好了，哎，地藏咒念了就等于念了地藏经全文了，哎，很简单，很扼要，而很大威力，是假币，我们这里面这个都有的啊，咱们讲到下面再讲好了啊。他又说门旦金刚咒，门旦金刚经的陀罗尼啊，陀罗尼的种子啊，陀罗尼实际上是种子，就种一切义，是一切法，就是真言啊，就是密咒啊，叫陀罗尼啊。门旦金刚经的陀罗尼念一遍呢，等于九千万卷金刚经，不得了是吧，等于念了九千万卷金刚经了，我们念一卷金刚经威力就很大了，念九千万卷金刚经就不得了了是吧，哎，这个金刚经威力很大，这是一个事实啊，哎，我们一个同事讲的，连娘夫妇很要好，这个丈夫啊已经圆寂了，就托梦给这个妻子，哎呀，他说我现在啊死了之后啊很痛苦，哎，你给我念念经超度超度吧，啊，他回来死了他都不需要，他死了之后他都托梦给他妻子说念念经超度超度，他说我怎么给你念经啊，我是共产党员啊，我也不能给你念经啊，我也不懂怎么样念经啊，是吧？他这个姊妹给他想个办法，他说一个办法的，到庙里啊这个牌位，是吧？我们现在庙里组织牌位嘛，是吧？阎神牌位孔子的，是吧？都王牌位是皇子的，是吧？哎，阎神牌位要1000块，哎，那个都王牌位要500块，是现在500块了，啊，那个牌位，那个牌位，那个牌位，这个3天之后啊。这个她的丈夫又现身了，这个娘子现身了都看见半身，这个下面看不见，就看见个上半身，她说啊，你给我设个牌位啊不错，但是我很不得力，哎，很不得力，因为那里面啊这个牌位很多，这个念经的人啊又不是专心致志的，是真的，那些师父们就是这个马马虎虎的，敷敷衍衍的，你给我算数了吗？还是你自己给我念吧，自己给我念，念三卷金刚经啊，念三卷金刚经。哎呀，他说我也不会念金刚经什么的。他说你请一本经来嘛，你自己是自己嘛，根据金刚经自念好了啊。好，这个梦境过去了。他说怎么办呢？和他姊妹商量呢。他说既然这样子，你也给他念经啊，我给你去请一本经来啊。给他请一本金刚经，他每天这个天不亮就起来，他不能给人看见啊，他共产党员怎么念经呢，是吧，哎，就天不亮就起来就给他念经，